哎呦呀，大概拢两斤瓜三斤的啦，哦，看要安怎啦，哦。那宣布今天的渔获，只是要给你钓落啦，啊。好。来，倒三缸的啦。无这样子，你偏哪钓？叫你唔钓咩？叫你唔钓，够妖啦。来，快上来，上来，来。哦哦，钓啦，钓啦。Google 搜寻台湾玩具钓具行，选择台湾玩具钓具行虾皮购物，即可以找到卖场，卖场内多种钓具，用最便宜实惠的价格回馈给全台钓友们，只会让你惊艳，不会让你失望，欢迎来选购。另外还有实体店面， Google 搜寻台湾爱钓鱼钓具店，即可导航至本店，位于桃园市中里区中山路531号，欢迎参观选购。啊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不知道是哪里。我把冰箱拿下来以后，看到有一个大哥啊，他说咸水溪啦，啊，咸水溪哦，你看他刚中了一尾丝木鱼，哦，这丝木鱼很大呢，没办法，作水，啊，嗯，好大一尾，作水一尾很大，嘿，这腿沙作水的哦。来来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没没了，你个关那个鱼，去关个关条关了哦，那个关我跟。哦，这是金珠钓法。嗯。那我们顺便看一下大哥，今天钓到什么？你有放网子了？我天网那里面是什么？黑无锅鱼啊。无锅鱼。潜水的吗？哎哎哎。哎呦，我这样。拿油葵挖手，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，我还是把它抓稳好了。我常常抓鱼都要掉下去，来来来，去。好，我们看大哥钓到什么。刚刚我在这边钓的时候，不敢拿他的网子，因为不要随便看人家网子。来，哦，哦，这条鱼马上是大大尾呢，吼，真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在大哥，你讲什么事？钓咸水溪，咸水溪哦，好，咸水溪刚好遇到两位老者呢，那我们今天在这里顺便哦也中了，你看，安全哦哟，你刚刚才丢下去而已呢，这位大哥刚刚才到不久，哦，冲冲冲，啊，你那重点大，哦，这位大尾，他大尾，你例如要放较亮的无？啊，哎呦，差不多啊，跳两摆就开始啊。然后无啦啦。嘿，跳两摆就开始啊。哇，好，人后边，人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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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这边啊去，人退后。我甲你压的，我甲你压的。大哥，今年几岁？七十七。哈哈哈！细鱼，细鱼，细鱼，等等，无跳，无跳的时阵，手头我。哦，哦，无，你人无，无人无，无人无落，人无落，人无落，遐细鱼，细鱼。哦，我看到这是你。哈哈哈！哎呦，我心肝比白菜，你看细鱼。啊，七十七岁啊了。系啊。哦，我阿爸差不多嘛七十外岁。啊。你摸遐扁了，安尼鱼啊落过，你更加壮过。我看你会惊死啊！等你钓鱼，我甲你套来。哈。那今天才刚开始下来，差不多没有三分钟而已，就给我震撼教育了。那我一定上不了这里啊，当初我几把往上赶的。是哈，啊，我们跟大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这个大哥很阿莎里，怎么说呢？引导可能是大地主了啊，嗯，是吧？大地主了哈，是大地主还是大地主了啊？你快去提料。一摆一摆啦！好，好，安尼小俊囡仔要只顾一下，好啊，哦，带一下来钓个鱼。来，大只哦！我讲只大苗拢安尼啦。哇！哈哈！够水哦！嘿啊！乌乌咧！嘿啊！我讲拢安尼啦。好。哦哟！哎呦！哎呦来来来来来，哦哦，露露，你知我钓啥无？我滴个，我钓那只三倍香。
啊，嗯，就是那几元，对，这一包45块呢。我介绍哦，我替你做诶。哦，我那凊彩去买咧，一包拢啊100几块，贵拢是2包。我钓这尔咧，这粉鲤啊，嗯嗯嗯，我一包钓。哇，内底有大只的呢。有啦，内底有啦，嘛佫有比迄较大只呢。佫有较大只。佫有较大只。好，安尼，我来甲修理。你修理啥物啊？我修理鹅肝。鹅肝拢互你修理。好。哇，又佫是大只。嗯。喂，我像钓战斗石一样的，有够大只。今仔袂记得听到。大只捕鲟啊，好。好，谢谢。这弄个大尾哦，拢条安尼啦。啊，这种惊人啊你！哎呀，别怕。哎，好，你怎么无紧张哦？别太紧张哦，别太紧张哦，怎么无？哎，我家己也讲袂了。好了，那社长来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里钓黑工啊，差不多会钓在。如果你用12尺的话，就在钓到12尺杆子的里面，因为它是有流水的。第二个啊，它里面的都是石头底，它会一颗一颗一颗的，所以你要钓比较漂一点，就好像感觉你的浮标有经过那个钩子有经过石头的时候，它会浮标这样子，哦，或者稍微倒一下，再把它拉起来，稍微倒一下，再把它拉起来，这样子哈，跟着这个钩子呢跳的石头这样子一直去的话，就会中黑工了哈，去。哦，你看，你沙包拢在扣你，啊！哦，吃去啊！紧嘞，紧嘞！无钓，哦，钓！哦，遐大只，跳起来嘞哦！下去就接到，哦，相中啦，一尾大只，用！哇！哇！哦，啊，白天大只已经有无啊？够新鲜。嗯。下去就接饵了嘞。哎呦你呀！撩好用啊！是吧？真的啊，真的。正经的吼。正经的啊。我你家己做的撩也好用哦。是啊，45块尔，一大包。我拄仔看你摕起来个好正包呢。吼。对啊，对吧？哎呀，这我还大包。一斤嘞，一斤才够放。上起去。哇！好乖。好。来，乌鸡苗起来。我看我起来。哦。先我停姐。先我停姐。啊！等你，你莫停当。哦，你够怕干，安尼有爽无？有啊！足爽啊！有足爽了好啊！哇，你不是我，我拢免钓。来，停！又够怕干啦！我放水表，嗯，放水表，你看，我第一钓的。无啊，这规个拢小可甜着啊哩，白做无？嗯，这无白做哩，袂透气啊，袂透气啊。这透好人，这透好人就钓好啊。伊也能钓了。哦，今日一直跟一直加，嘿，也用哦。一直加，后来到边啊。干你娘水！无揪紧，无揪紧，对。给我放起来。直接放起来。哦。怎么放啊？这？落个网啊！网啊！你套，你套。啊！你套。你敢套？网啊！我甲伊啊！
个把它炒上面看看。嗯。啊，好，试试啊。没。嗯，看了，有水呢。嗯。做水啊，哎，上班做水耶。嗯。哎，这个大小都好加。你看那尾鳍全部都是呢，你看还乱转丝呢，嗯，啊，你别害怕了，对吧？你看，哎呀，全部都是石墨鱼啊！哎呦，这惊人哦！你看，你看，嗯，啊，那些鱼拢用家钓钓起来，用其他钓来钓钓的，我能看我钓的。怪你一家做家汤好啊！一破呢？嗯，破瓦件，破瓦件，瓦件料掉倒掉了好啊！那是你的料吗？哎呀，我准啊在钓南洋的，啊这破卡呢咁好。我是讲要搞嘞，还是先扛嘞？哦，啊瓦件好嘞，瓦件啊。哟。哎，迄种好用。你们在记？哟。对不对？好大师。哇，是假的！哇，两斤五啊！两斤五啊！嗯。那偶尔两块。才两斤五。比你鞋啊，更大一倍。是啊。哦，交出去，是不是在？你也在加呢？哦，是你有啊？哦，哇！哦，加水。哦哟！啊，我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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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哦。对，咱们等下，人家讲你那钓啊一粒鱼啊。我就要甲讲啊，好，迄对夹落来吼，人伊迄台湾的台湾鱼眼鱼眼大，台湾鱼眼大，台湾爱钓鱼，爱钓鱼的，是咧钓，钓，我就讲你钓。啊，你无够无够，来来，我甲你邀啊你呀，你负责你负责送就好啊啦，啊，我准你好啊好啦，哇，啊。你负责钓落啊啦！差不多安尼好啊，安尼好啊！好啦，我甲你动动的，安尼较紧哦。好。我们在钓场啊，看到比我们长者啊，就是要有敬老尊贤的这个行为啦，吼，有需要帮忙，我们大家都要帮忙。你若囡仔食到你七十外岁，你够发多，你还只钓沙白啊，我嘛真欣羡你啊！哇，我讲别人啦，不是你讲你啦，你是叮叮，够好，嗯，七十外岁还钓鱼啊？对啊，有人七十外岁就牙乖啊，我跟你讲。为只鸭龟啊，为坐轮椅啊，嗯，真正呢，迄回啊，后面咧上好啦，七十外岁啊钓鱼，啊，来当作运动，哎呦咩，够好。没事，来，爹啊，我甲你，我甲你，我甲你掏鱼啊，哦。我人徛，人去后边，人去后边，对下去，对下去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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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好，好，扛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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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落啊，扛了，落啊，我俩接，我俩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厉害！点点，点点，别再叮当，点点，点点，别再叮当，哎呦，阿伯讲你比我阿伯，嗯，我已经跳无法度，等下，拿那个压一下。哎，这跌落会跌到，
我给你绑，我给你绑，给你绑。我个麻烦你啊！别，我没办法，先吃个，没办法，阿伯，阿伯，我个搞一搞，这命该转啦，命该转好。哦，哎呦，足大个浪，你该拼命。哦，你来这有看边角无？有啊，嗯，有哦，你。纯办公一定要钓鱼了，对吧？纯办一定要钓鱼了，对吧？那兵哥都抓来。你后摆你要钓鱼啊？你要叫恁孙啊，还是叫恁囝来跟你斗三工？好，钓鱼。来，来，你我免跟你绑啦哦。哇，你跟你会晓绑个呀？喂，对。去做板头较水，啊，差不多拢个啊，这鱼啊，进这批鱼啊，拢差不多个嘛。海鲜挂起咪内底啦，你安尼也袂等鱼。哈哈哈哈哈！老苦，时间用足，你用时间几号？十分钟个。啊！系啊，阿这我到啊，够条个，够强，我来看。安尼我是要钓啥？啊！啊！钓鱼不能啊，钓不久啊。钓不久，钓不久啊！哎，心肝袂放松，看人咧钓。哈哈，那蓝鱼我都钓下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宣布渔获啦哈！我们还没来之前呢，这个是我们大哥钓的。哎呦呀，大哥拢两斤外三斤的啦，哦，看要安怎啦哦。哦。再来呢，我们宣布今天的渔获，大哥。你说一下，我刚刚用什么钓？诶，什么钓？什么钓？大几包？哦，我来三倍箱。哦，有骗人不？无，你吃较老，未使骗人。没，我绝对无骗人。我来，大哥，你头下搞我见证一下，头拄我是用什么钓钓的？就头拄三倍箱，一包哈，是不？我是用一包钓的不？你安尼讲，跟咱讲白吃的。我就开始嘛，跟咱去包你啊。哦，他没有看到啦，很专心在钓他的石目鱼。然后我们就今天就钓三倍箱，钓了半包哈。钓啥？老牛啊！老牛啊！好来，我们来宣布今天的渔获，准备赶紧躲落啦啊！好，来，倒三缸的啦。无这样子，这边哪钓？钓。好呀！好来，一片来，一片来。来，哦，厉害了！哎，这个福寿鱼啊，哎呀，哦，刚刚板头有够赞的，顶顶的，你看这个，哎呦，哦呦，都是四五指以上的啊，给他这位，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哈。喜欢的频道，请在下面帮我订阅，顺便按个赞啊！大哥在哪里？大哥在绿岛。你不要干啊！这里是咸水溪。咸水溪。咸水溪。你叫做什么名？我姓林。林什么？哦，我叫林明春。林明大家明。明天的明，春天的春。哦，林明春呀。大哥，今天谢谢你哈。你吃个鲅鱼哈。哦。钓鱼啊，钓到97就好啦，搁钓20年就好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好了，拜拜。社长说一下今天做钓的感觉。哦，我们今天玩得非常的愉快，总共待了快4个小时了哈。那个林大哥啊，实在有够风趣的，他讲话很幽默，我们从头笑到尾。还有我想呼吁的就是，如果你在做钓的过程中有旁边有长者的话。我觉得啊，你真的要尽量的帮忙他哦。像他刚刚那个鱼掉下去，整个要冲下去抓鱼哦，真的是吓到。哦，还几尾鱼也无偌济只，啊，保住别安暖吼，好不好？那大哥他们真的是谢谢你们哦，啊，陪我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。Just surprised.